检察官要如何成为公益的守护者呢？在数万里的证据资料中，堆积如山的案卷里，向上溯源，过滤比对。选举近了，不法分子开始蠢蠢欲动。检警在11月间查获境外势力，于选举期间招待多名前任、现任里长赴大陆免费旅游。选举赌盘也正在蔓延，检察官在北、中、南各地陆续破获经营迁赌地下赌盘，扣得上千万现金，逮捕27人到案。面对选举假讯息、声位 deepfake 影音大量攻击，也做好万全准备。守护台湾，胜利的旗帜终将跨越马拉松终点。检察官以人民福祉为最高法律原则，正义即使天塌下都必须实现。金钱、暴力、赌盘、假讯息和境外势力都不应该介入选举，珍惜台湾民主自由，请大家一起来，勇于提出检举，请国人勇于检举，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，检举专线0800024099。